各位觀眾朋友，在我身邊就我一個很好的朋友阿 Ken 啦。係 ，Daddy 姐，你係帶我睇2016年中華才藝小姐國際大賽的香港賽區比賽咧。哇，原來是收風而嚟探我嘅。咁係啊，嗱，各位觀眾記得留意星期五晚的最 fit 拍檔。